你的酒量到底是半斤左右？陆浩，你多少？白酒一斤半没问题。我推荐你和王凯迪认识一下，我都不敢看那个场景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简直演唱会的效果，他那边迷妹们。为什么经济能力不能超过你呢？源于我的大男子主义吧。靠我挣的比你多来获得那个自信，我觉得好像还差一点。要有更多的存在感，让女生感受到我。你的钱一旦没了，你就没有价值了。敬请期待。